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唱好一首歌》，我是 Kenna。 今天我们有嘉宾啊，徐俊清先生，还有他请来的嘉宾包姐小姐啊。今天我们会谈一下怎么去唱好一首歌，所以在短短的25分钟里面，我们会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然后啊，徐先生是很有名的一个 opera singer， 是一个歌剧的 singer。 他刚刚跟我说，只要唱好了一种 technique，然后唱京剧啊，或者唱其他流行歌曲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我们先请徐先生介绍一下自己。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探讨唱好一首歌。对。那么我自己呢，来自中国大陆。那么呢，我从事这个声乐这个专业呢，到现在也快30年了吧。这个那么从很小的开始经接受严格训练，前前后后呢在中国呢跟随了大概有15、16位老师。那么其中有些老师呢都是中国国家最著名的声乐专家，有些老师呢比如像沈湘老师、吴奇辉老师呢，他们呢都是在国际上呢享誉盛名的这个声乐专家。那么呢，刚才您提到的唱好一首歌，那么呢，我就呢想到很多。那么我身边这位小姐呢是包姐呢，她呢是很喜欢唱歌，那么很喜欢听歌。那么我也知道呢，您呢也是很喜欢唱歌。对。那么呢，就说呢，咱们呢可以说呢都喜欢唱歌这件事呢，我们聚在一起。可是呢，要是唱好真的唱好一首歌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么我就想首先问你们，就说我先问您，就说你觉得唱好一首歌首先需要些什么呢？我觉得当然最好的是天生有一个很好的声音，这是我自己觉得的。那么包女士，您包小姐，您觉得这个唱好一首歌需要些什么呢？我觉得呢，不但要有一些技巧方面，同时一种本人的内涵，还有修养，还有一个为人的一个，就是做人的各方面，就一体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就是这个人的就是一些修养方面是很重要的。哇，这个真是，你看这个到底是这个经验普通哈。我旁边这是小姐，是刚刚这个是吧？刚刚开始。不是刚刚开始。那么就是说她的这个人生经历看样子比我们这位包女士呢稍微轻一点。那么确实是呢，就是说唱好一首歌呢，首先呢就是说有一份天生的好条件是吧。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像您提到的修养，那么这一定是后天的这个造诣。那么这两个东西呢结合起来呢，实际上呢，这是唱好一首歌的一个开始了。那么真的是唱好，刚才呢，你也提到说，这个我呢也对这个京剧啊，对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呢，这方面的可以说是发声的呢有一些了解。这事实上确实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唱歌，只要是唱，那么不管是唱戏，还是唱流行歌，还是唱这个民歌，还是唱我们 opera， 基本的东西都一样。所以呢，我们在社会上呢，有时候朋友经常会问我啊，你男生能教女生吗？那么我就有好多话说。那么接下来说，你是唱 opera 的，你能唱这个，你能教流行歌吗？我就更觉得有很多话说。那么在这里呢，还有很多朋友也看到一个怪现象，哎。我呢是我虽广东话了哈，我是不太会讲广东话的哈。那么呢，但是呢，有很多广东朋友呢跟我们学广东戏，那么他们大家觉得更奇怪，哇，你连广东话你都不会讲，你怎么可以教广东歌呢？其实呢，这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么他有一个好的条件，那么这个好的条件再加上他说的呢有一个好的训练或者是后天的造诣，这个好的条件呢其实呢是两方面。一个呢是天生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位小姐呢，她天生的长得很秀丽，那么她嗓音呢很甜美，那么这是你先天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先天的东西呢，一定要呢还有经过后天的这个训练。这个训练呢，就是把你这些最自然的美的东西和呢我们这个整个可以说是人类或者是各个行当大家。这个集结起来，这个精华结合在一起。
这是唱好一首歌。嗯、那么呢，就说这方呢，我还想说，就是说您觉得有了好的这个天生的条件，那么接下来呢要练，那么还能练些什么东西呢？对，又有什么开始呢？对呀、啊，对，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在您在想唱好一首歌的时候，那么您首先想到的会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啊，我第一样想到的东西，就是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嗯，我们老师在唱每一首歌之前，都会让我们先把嗓打开，嗯哼，就打不开的时候，你乱唱或者乱用你的嗓子，就会弄坏你的嗓子。这个是我的经验了、啊，啊、小学的经验告诉我的。说得非常好。那么呢，就是说，唱好一首歌作为一个基本功，像在刚才您提到，首先呢就我们叫打开嗓子，打开我们说的说呢叫打开喉咙。那么我经常听到好多朋友呢跟我抱怨啊，说老师我唱歌唱不好，我磨黑呀、啊、他没有气，他说我气不足然后来说呢说我那个高音唱不上去啊、然后有时候呢我听声的声音小。那么其实呢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我们一些专业演员，在台上已经有了几十年的专演唱经验，都要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我们的声音，这个最大程度的或者说最完美的这个发挥出来，我们把我们先天的这个最美的东西发挥出来，这是你说的打开喉咙也好。那么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说呢就是要放松。那么这个放松呢，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是大歌星也好，大歌唱也好，他们在台上很自如。对。这种自如，这个放松呢，它不是装的，它是真的做到的，是吧？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放松呢，是我们这个唱歌唱好一首歌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第三一个来说呢，就是唱好一首歌呢，大家说的只是要用气。其实这个用气的事情呢，很多朋友呢觉得很神秘。但是呢这个用气呢实际上是最简单的东西，因为这个气呢是来自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上的东西，是我们先天本有的东西。我们唱好一首歌呢，就是把我们先天这些本来很自然本来很完美的东西呢给它重新组合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用好气。我们也可以叫呢深呼吸，我们也可以呢就用丹田气，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呢就是说怎么巧妙的去用气。那么呢用气，那么打开喉咙，然后呢放松。但是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唱好一首歌呢，这是一个刚开始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东西。那么再往下深入的话呢，那么就是说呢，这是我们流行歌，我们通常大家说呢就是演绎或者是音乐这个歌曲的处理。这个处理的话呢，就是说把我们人身上能够这个有的那些乐器都给它利用起来啊，就是我们说的共鸣啊，做些这些东西。那么就是说作为包女士也可能也听到很多专业的歌手跟这个业余的歌手，大歌唱家和普通歌唱家一听能听出来区别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是吧？那么就是说你听那个大歌唱家呢，哇，你听他声音很华丽，听他的声音很这个很丰富，色彩很丰富，听他声音很柔美很感人。其实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声乐技巧在里边组合的结果，哎，那么我接下来还想说，就是说，那么您觉得，那么就您来说，或者是就您来说，你是不是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唱好一首歌呢？我觉得不可以这样说，所有的人，就是说，如果你是有这个心，还有你肯用功去做，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我几年前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唱歌的时候是把音全部都走掉啊。然后三年以后我就看他们每一个星期都去唱卡拉 OK 啊，或者是 keep 着去唱。哎，现在高音的他可以喊上去，还不是说哦 so professional， 但是 much better than 三年以前。对，就是很好的，很好了，比过去好了很多了。对，嗯哼，我觉得时间还可以。去锻炼一下，是没有绝对的这个东西。那么呢，作为您怎么看呢？是，我觉得就是，
当然就是有一个名师的指教，那是能进展更快。因为嘛，我跟徐老师交往，就是接触也两年多了，我就是耳濡目染的看他怎么教学生，从一个把他就是五音不全的人培养成一个，就是成功成为业余比赛第一，就是能得奖，我就非常感触。我说，因为我很想唱歌，但是我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唱好一首歌，因为这都是触类旁通的。如果正好这首歌唱好了，我想可能其他歌也能够唱得好。那么我就觉得呢，你看他们两位，这个虽然是来自不同的侧面啊，那么包女士是来自大陆，那么我想这位小姐可能是从广州来的，广州来，那么呢可能是一南一北，或者是你看他们讲话的，一个是讲讲广东话了，一个是讲国语了。那么但是呢，他们居然提出一个同样的情况呢，就是说经过一定时间训练以后，那么声音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就是说呢，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所有的人经过训练都可以发生巨大的转化。那么主要的呢，就是一个好的方法。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我想呢，将来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呢，在这里跟观众啊，跟这个一些专家呀，跟一些我们的同行啊，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事情。那么有一些概念性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无论是什么这个行当，或者是什么样的演唱方风格，民歌、美声、戏曲、流行，这个流行歌等等，他们的基本功是一样的，就是说都要放松，都要有这个很好的呼吸支持或者气息的运用，都要有一个丰满的这个音色的配合啊，那么打开喉咙，这些基本要求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就是说流行歌过去有很多很多朋友那么认为，就是更多的是先天的东西。实际上呢，就是我现在，但是这是我个人意见，看到的呢，很多大牌的歌唱家、大牌的歌星、大牌的这个明星，他们呢都是有严格训练来的。这个流行歌呢，不是这个先天的这么，一发烧就可以成就的。那么流行歌呢，同样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这个声乐的训练。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考证。你看那个唱戏的，无论是唱越剧啊，唱越剧啊，还是唱京戏，还是唱地方戏，他要改行去唱歌的话，他可以唱得很好。对。那么我们国家呢，首先呢就是李谷一，是吧？可以说是在这个流行歌里面开创了一个最早的这么一个先例。那么后来呢，还有一些这个从戏曲界，不管是男生女生，像屠洪刚这样的，是吧？像孙丽英这样的，这个他们这个改行到这个唱歌来，发现他都有很好的这个造诣。那么呢，这是大家去可以考察的，这个、流行歌。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我想告诉大家呢，就是说流行歌给所有喜好朋友唱歌的朋友呢，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空间。就是说谁都可以来唱，都可以参与。那么它不像我们唱 opera， 那么你必须是那种风格，必须是那种要练十几年才能唱得到。十几年，女生的话就是你条件很好，你也得五六年的时间，是吧？你才能真的去上台去作为一个 profession。那么流行歌呢就不是，它可以允许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叫做风格。那么比如说那个嗓子哑型的，那么嗓子那个高亢型、高昂型的，那个激动型的，那个这个。有很多很多种类型，那么就可以呢根据自己的先天条件去改造，去这个训练。那么再一个来说呢，就是刚才我也这个包女士也提到，就说唱歌你真的正着要唱好的话呢，唱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已经呢就不再是自己自然条件的一个表现，甚至不再是呢一般的专业技巧的一种表现，更多的呢是一种这个修养内涵的表现。就是说个人风格的表现。对，就说像你呢，我一比如说那么很活泼了，很开放了，那么他出来的声音呢，那么一定呢就会这个很明朗了，是吧？很活跃了。反过来说呢，我这个人比较沉闷，我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保守，比较那个 closer 呢，那么我唱东西呢肯定要唱张惠妹那个就不好唱了。是不是？
所以呢，就是说，我想呢，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概念性的东西。那么就是说，那么我也想就是说，在这里呢，跟一些朋友交换一些情况，就是说，大家，对这方面，唱歌这方面，不管是你说我气不够用的气啊，就是磨黑了，就没有气了呢，还是高音唱不上去了呢？还是呢，这个怎么说？觉得唱得很吃力了，唱得不美了，有的时候呢，甚至像您刚才说的那种，跑调。跑调音是跑调，我们发现很多朋友其实他跑调呢，不是他五音不全，是他那个方法不对。哦。哎，方法不对。那么就是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很愿意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个探讨。那么这个感谢这个都网上电视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那么呢，大家可以在这个网上呢来向我们来查询，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个来交流这个事。那么我也想就是说，您呢也很喜欢唱流行歌，那么您能给我举几个，就是说唱的比较好的这个流行歌？因为我个人不是太了解中国内地的一些歌手，所以我都是 focus 在香港那边。对，就是把主要集中力哈，注意力。香港我觉得唱得特别好的张学友啊。哦。但刘德华我觉得I'm sorry, it's not in my list。所以还有女生吧，王菲我挺喜欢她的，因为她本来嗓子挺好，然后我知道她妈妈以前也是唱京剧的。对。所以这两个是我，你刚问我的时候突然间 pop up in my mind 就是这两个人，但是你说还有没有？当然有好的，就是罗文啊，那些对对对，也挺好的。哎呀，我想不到。哎，他说的很好，就说到这个王菲啊，张学友啊，甚至这个李克勤呐、是吧？那么这些一些在港、香港，甚至在世界上著名的那个大歌星，其实呢，你看邓丽君，我就觉得就是。邓丽君作为流行歌呢，她真的达到了这个登峰造极的程度。很多人呢以为啊，邓丽君天生的就是那副好嗓子，天生就是那么甜美。其实呢，邓丽君呢，我看到的一些材料呢，她小时候也是从唱戏开始。哦。她爸爸呢拿那个二胡啊，给她这个做伴奏，她吊嗓子。她妈妈呢以前也喜欢唱戏，那么呢，邓丽君呢，她是从唱戏开始以后呢，那么她还呢。学了一些，我想他一定是学了一些这个声乐技巧。为什么呢？大家有幸可以看他唱的 Power Love。Power Love 呢，应该说呢是 Celine Dion 的一个代表。哦。哎，一个代表。唱英文歌的。Power Love。那么他唱 Power Love 这已经是20多年以前的事情。那么就是说，现在呢，在世界上的这个著名的大歌星，像 Celine Dion 呢，像那 Whitney Houston 呢，甚至呢，哎，这些。这些可以说是这个 Subbrightman 他们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所达到的那个歌唱的那个境界已经完全可以跟现在当今世界上那些著名的伟大的歌唱家就是接近，或者是甚至在一起同台，跟巴巴罗蒂了，跟着卡拉斯了，就是现在就是歌剧界这些伟大的歌唱家，巴巴罗蒂了，卡拉斯了，普拉奇的多明戈，甚至是个女生的金萨斯兰的弗莱明，就是这些大歌唱家，他们的东西你去听，居然可以在这些大牌歌星里面当中呢找到他们的印记，找到他们的印记。那么就说这些大牌歌星，像咱们刚才您提到的，他们这些歌星实际上都是经过一些很严格的训练，包括我所知道的这张惠妹，她也是。已经成名了以后，他再去回炉，他再去深造，包括李克勤，我知道他也是在回炉，他再去做声乐训练，他练什么，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大陆的这个宋祖英，他们大家你看看他到维也纳去，看看他到悉尼去，他在前面他有一些他的那个练声的东西，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包括他的这个老师金铁霖老师，那么他本身也是从。opera 出来的，唱 classical 唱这个 bel canto 从美声过来的，所以呢，这呢等于给我们了一个很强烈的启发，就是说唱好一首歌，那么呢真的要下功夫啊。那么呢，除了呢这个先天的好的本质条件以外呢，还有呢经过严格的声乐的训练、音乐的训练、艺术的训练、文化的修养，还有一个呢个人思想。
思想这个或者是世界观的一些这个比较内涵的东西，那么唱出东西就很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刚才您提到一些这个港台的歌星，我想您呢也会有很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 list 啊，自己的这个喜好。那么呢，我们都可以说从这里找到一个规律哈，就是唱好一首歌，那么要有这么多东西的组合。而且呢，就是说我也觉得，就是说您呢，这个你看在这里，我们就是这个能做主持人也好，这本身这是一种素质，这是一种训练，而且起码是一种台风的训练吧。哎，那么就是说。您呢也可以有还有些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留在下一次，我们再一起再讨论。没有问题。那么呢，我想呢，下一次呢，我们就想，如果有机会呢，跟大家讨论讨论这个戏曲的用气，打开喉咙，讨论这两件事情，怎么打，怎么用气。好多朋友问我，哎，这个丹田气我不会用啊，我告诉所有的朋友，五分钟我就让你学会。下次你的表演时间呢、啊？好啊好啊，那么哎，觉得我今天我们在一起哈，这个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流行歌，我个人认为是21世纪这个声乐发展的一个方向。哦，已经不就是说戏曲，那么显得很古老是吧？有些古老代表，那么歌剧呢显得很高雅。那么呢，但是呢，就是能跟更多的朋友结合起来的。这个能让更多的艺术参加进来的，哎，是这我们现在这个是因为技术发展的问题，是因为已经多了 karaoke 这个卡拉 OK 去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知道，哦，现在唱歌容易很多了，是，然后就多了人唱歌，所以就不是在说啊，你戏剧啊那种唱法是要经过很长还有很 professional 的训练的，所以他们就说很难达到那个水准，很难是说在短时间。但是卡拉 OK 譬如你去唱1年2年啊，就可以唱得上一个音，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流行歌曲就慢慢发展成了。哇，他真是一语道破这个深情。我这是我的看法而已。其实他说这个很对，就是说不管是戏曲还是 classical 的 opera， 他们跟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很大关系。那个时候呢，没有麦克风的。对不对？没有电声了吧、啊？现在我们可以借助电声，是吧？把我们的声音尽量的放大，是吧？把我们声音尽量的这个丰满。但是呢，就说同时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苛刻的这个环境，就是什么？你的声音会放得很大的，遮不住的。对对对，你唱不好的话，所有人都可以在里面听得到的，是吧？所以说这个，现在呢，参加的人很多很多了，但是呢，真正要最后唱得好的话呢？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要个人提高的了啊，这个所以呢，那我想问一下他，因为他跟你学了2年嘛，我很想知道你第一节课学的是什么。没有，我呢主要是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至于呢真正向他学，还因为我平常比较忙，但是呢他徐老师给我一个启蒙的教育，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慢慢就是对音乐我会去琢磨它，平常就是简单的听一听。它是从整个就是介绍各个名家他的演唱风格，从这个文化背景方面，就是这个音乐怎么去欣赏音乐这个角度去、哦、啊，主要是如何欣赏音乐这个角度去。就不是说第一节课就对对马上没有没有开声了。是我的学生前4堂课我都不让他们倒霉骚霉倒、哦、都不给他们倒霉骚霉倒。为什么呢？一让他跑了。哦，这是。那么第一堂课呢，我更多的时间呢让他们呢听歌，然后呢让他们自己唱。我就跟他们说一句话，其实呢你不唱呢我已经知道你唱的怎么样了。他觉得很奇怪，不唱就知道怎么样了。为什么呢？他的那些动作都在说话里面表现出来了。他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呢我在这里也再给大家提一个概念，就是说人有两个东西是不能掩饰的，一个是人的眼睛、哦、啊，我高兴不高兴我眼睛里马上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人的声音。哦，我这个是今天第一次听见的。对不对？特别的不一样。那么所以呢我想呢也留一个话题，下次我们要讨论怎么人一讲话就能听出他唱歌好不好、是这个很有趣。对，我们今天有3个话题了哈，怎么用气，对，怎么这听这个声音，对对对，哎，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怎么呢这个唱高音，对对对，
是吧？这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对，所以我今天学到的第一个是啊，你刚刚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但是我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先打开声音，打开喉咙，打开喉咙。第二个呢，就是要放松，放松，放松一点。是。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有自己个人风格去演绎这首歌，一首歌曲。是。对。那么演绎的是呢，就是一个我们这个整个人的各个乐器互相配合的这么一个过程。哇，很重要。这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跟各位观众一定有很多要交流的这个题目的。很多的话题。就 can't wait， 就说你下次回来，就我们有更多东西可以谈。我特别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网上电视来跟我们来探讨这个。对对。这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课题嘛。是因为我是自己有一个亲身体验，就是说，在你学唱歌之前，你先要去体会，这是非常关键的。是。哦，所以我就刚刚跟你聊了一下，我都觉得啊，是不是应该年轻一点开始好一点？但是你说你还是几年前才开始学习唱歌。所以呢，最终我还要再说一句话：所有人只要他愿意用功，都可以唱好一首歌。只要有人心铁就。那么我们的这个呢，不是一个成语，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现实当中，我周围年龄最大的70几岁，年龄最小的11岁开始学，学了2年，学了13岁，唱得非常非常好。那么14岁开始学，学到15岁。那么就在这里电视台参加比赛，到这里去拿奖，完全从零开始。嗯，哇！所以说呢，大家呢都可以唱好一首歌。对对，所以欢迎啊，今天很有荣幸，今天两个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样唱好一首歌，然后我们下次继续再谈一下怎么唱好一首歌，具体的一些 technique 方面上面的东西还要请教徐老师。哦、然后，yeah， 谢谢大家的收看。对，谢谢。对，再见。拜拜。